胃溃疡嘅症状其实都可以好多噶，一般人嚟讲嘅谂住啊，可能胃痛啦吓，咁但系可能胃胀啊、作呕作闷啊、反胃啊、胃气多啊，好似一啲消化不良嘅病征，或者冇乜胃口、消瘦，咁呢啲都可能系胃溃疡嘅症状嚟嘅。如果情况严重嘅话咧，可能都会引起一啲并发症，譬如胃出血啦，咁可能会呕血啊，或者大便好似芝麻糊黑色咁样，我哋叫黑色嘅大便啦。咁又或者咧急性嚟讲，可能佢都會即胃穿窿咁樣樣，會突然間好肚痛，需要做到手術去幫手嚇。咁又或者如果佢個潰瘍咧係近幽門嘅地方咧，亦都可能會令幽門收窄嚇，咁啊引起啲食物即過唔到十二指腸嘅情況都會有嘅。胃出血嘅原因咧都可以有好多噶嚇，一般嚟講最常見啦，可能就係胃潰瘍引致出血嘅問題啦。亦都可能係其他情況，例如食道靜脈曲張啊，或者一啲嚴重嘅發炎咧，都可以引致出血嘅。咁講翻最常見嘅出血原因，胃潰瘍咁樣啦，咁佢個成因又係乜嘢嘢咧嚇？咁最常見啦，可能就係一啲叫做幽門螺旋菌嘅感染啦，或者可能食咗一啲消炎止痛藥傷咗個胃，都會引致胃潰瘍而引致出血。咁又或者病人有啲胃酸嘅問題啊，或者食煙飲酒咧，都會令個情況係加劇嘅。咁胃潰瘍咧喺而家嘅醫學嚟講咧，都唔係屬於好難治理嘅問題嚟㗎啦。咁頭先所講啦，都要了解翻究竟咩原因引致胃潰瘍啦。譬如話佢係有幽門螺旋菌嘅，咁可能我哋就要寫一個殺菌嘅療程去處理咗呢個幽門螺旋菌啦。咁嗰個胃潰瘍咧就會好翻㗎啦。咁另外如果係食咗某一啲藥物，譬如頭先講嘅消炎止痛藥而引起嘅話咧，咁呢類藥嘅咧可能就唔適宜再食啦。咁但係如果已經引起一啲並發症，例如頭先講嘅嚴重出血啊，可能一般做胃鏡止血都止唔到嘅話咧，可能真係有考慮做手術嚟到幫手啦。咁又或者佢嚟得比較急，已經係胃穿咗嘅話咧，都可能需要用手術去幫手處理嘅。咁胃潰瘍嘅患者其實都飲食方面需要注意翻一啲事情嘅。不過咧，可能大家都知道噶啦，都係要定時定量食嘢啦，唔好過飽過飢嚇。咁同埋咧，啲刺激嘅食物都盡量唔好食啦，譬如太過酸啊、辣啊、難消化呢啲咁咧，都唔係咁適合。咁同埋如果係要食一啲消炎止痛藥嘅時候咧，盡量都提翻醫生話俾醫生聽，原來你試過胃潰瘍嘅，咁可能選擇藥物方面就唔好咁傷個胃啦，或者食一啲特效啲嘅胃藥嚟到加埋一齊食，就會保護翻咯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